们接下来试一下这一台哈、哦，景观20码哈、哦，等一下拉一个开沟离的状况给大家看哈、哦。那它这个已经一个开个三角视窗了哈、哦，那我们等一下会用一组那个原装的离头座哈、哦，啊跟那个离头哈、哦、来测试给大家看。好、哦，我们现在调高之后哈、哦，它的板是活动板哦，然后在旁边它一个凹槽哈、哦，弄下来就可以了哦，向左推，向左边推，哎。哦，这样就拆下来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装上那个原装的那个离头座了哈。啊，这我嘛是场内测试用的。哦，这无得卖，卖搞到公这安那卖。哦，这我做台湾的。哦，啊，但我得坑雷头的哈。啊，插菜锅。哦，哦，大概先看看卖。好，那我们刚刚现在来测试一下，刚装好那个离头之后，来做开钩的测试哈，哦，那开起来非常漂亮，哦，大概是两个脚的宽度，拉20公分，哦，啊，带回来就过来做小夹抓哈，哦，那因为咱只要小台车二十米哈，开钩吼，一个好处是讲咱车头靠底薪。还个灯加洗完嘞吼，哦，这位边啊在开，哦，但这牛环你看麦，然后安尼开开，画图，好。我们现在最窄的西面量一下，从左边量到右边，差不多哦，然后50公分呐、啊，哦，开开到50公分，哦，大概是50公分，哦，啊，开起来很快就成型又漂亮，深度又高，哎、啊，用量一下深度、高度，垂直就好。哦，带有一翘管，哦 ，OK， 哦，盖红边，哦，安尼一下就开钩完成了。哦，那这一台回转仪是配1.3米的哦，这样开过它多漂亮，哦，啊、哦，当然我们没有开得很直啊，我们，哦，这麦条顶好爱小瓜。嘛，想爱看者吼，哦，安尼开钩，安尼开钩唔再紧，佫方便，哦，啊，但是就是咱的地形，就像阮这是有小寡有潭，哦，湿度的土，哦，它积起来型才会漂亮。啊，你若迄水，你若迄土吼伤大吼，会较搞崩去。所以我们这个20码车吼，其实那。公用度嘛是足侪啦，啊个方便哦，啊这个西面吼、哦、的那个宽窄度吼、哦，大概吼、哦、是那个西面宽吼、哦、是随我们左右吼、哦、来回走的那个中线宽度哦，随意会随我们调整，哦哦，啊你看阮那天晒一抓一抓吼、哦，这只能霸平俩。哦，开遮高吼，等免20分钟，哦，100平吼，安尼开高头吼，10分钟尔，介紧，哦，过来伊横头横尾，哦，前后留的距离吼，小台车较短，当然是无比草莓啊，中那个中根机留的吼，可以留较足外的哦，但是比大台车吼更加方便。啊，阮这业余的吼，无讲赛甲足低嘞。我讲阮小弟即马是对迄伊迄较胖的山吼，头前面对咱迄胖过的连环行啦吼。
等于是需要漆面宽度可以随我们需要可以去做调整哦，打填开沟就可以一次完成哦，这效率很快哦。当然有些你有些种玉米的客人你必须要那个有沟底哦，要做沟的哦，啊这是平沟平底的哦，啊我们在另外那用都会较好用哦，但是这种菜也可以哦，开开就是安尼，哦，当然要使用第一只技术啦，哦，啊，但是你这個，哦，比用熟的加紧足多啊，哦。所以哦，你若感觉讲哦开袂好，开得不直的话，我们也可以从原本我们走过的再走一遍，哦，一样也很漂亮。哦，你看那个，你看那个线啊，然后沟底啊，完全无头，哦，啊，看起来就舒服诶。哦，你安尼看卖。哦，你看我们这样录影才几分钟而已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哦，但直度还要练啊，不够专业。阿姨，这嘛做简单的哦，咱就是头前练俩咱胖鬼的练魂哦，得当对好啊哈。漆面的宽度大概就50公分，换了那对啦哦。啊，你要种菜哦，要做方便的。哦，当然，你职业的漆面宽度多宽？哦，要几尺？哦，两尺、三尺，你得洗较过，洗较快尔。我安尼唔再紧。哦，但是你这主地你这远哦，就是爱判价有够伤。哦，哦。你看伊这边啊，伊回转的边啊，佫有一个石啊个帮吼，甲另外头个小块石啊个者，哦，回转你本身就有，哦，大概一个五平板、五四板，哦，哦，安尼唔真方便，哦，啊，这好大家参考看卖，哦，我们这台景观如果开沟的状况，再次开得动或开不动，哦，跟大家分享哦。啊，小型印机哈，功能非常多，能翻耕，能开沟哦，能中耕哦，还是还有其他很多功能的运用。未来有机会，我再慢慢的会跟大家介绍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